就是讲咱咧修道，啊，伫个团体内底，这是上基本的，上基本的，拢是搁上界会去翻到的。所以我之前我就捌甲大家讲过，吼、哦，我面对什么人，我拢袂对你较好，嘛袂对你较歹，为什么？就是爱安尼吼，咱道到尾啊吼，伊是。我顶礼拜有讲过，咱这个心，咱的心，就是袂使有窟啦。啊，你世间的人，你若是你的心，敢那万底深坑吼，哦，迄是足贪的，迄足贪的。啊，你就是拢袂使有窟啦，平平，就是讲，啊，我对善的嘛是安尼，对好嘅嘛是安尼。对巧的嘛安尼，对戆的我嘛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爱学，咱爱学的所在。但是今仔日咱咧行这个道的路，你伫个你的迄个灵修的过程，你时间若是久的时阵，你自然你这个心就会浮出来，吼、哦，你自然就会浮出来。迄唔免讲强强硬叫你，因为有当时啊，甲你讲，你嘛有无一定做会到。啊，咱就是爱伫个日常，咱的功课内底，来豆豆啊，来净化你的心，你才有法通爬到遐哦，吼，爬到遐。心，你爱做甲讲，大公无私，大公无私，吼，爱有大众化，大众化，吼，心是敢若讲。无咱家己的私心，干那咱个人，咱伫厝的，咱的生活，哦，咱就是咱家己，迄就是咱家己尔。咱的生活中，咱家己的代志，迄就是你个人啦。啊，你若面对所有的外口社会，还是团体，咱拢爱学甲讲。大公无私的心，哦、所以讲唔好讲伫个团体内底讲结小团体，哦，袂使讲伫个团体内底阁结小团体，安尼就是唔对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是唔对啊，安尼你要爬来较高大公无私的心，就有困难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爱豆豆啊学，豆豆啊训练，啊豆豆啊听。哦，咱当然基本爱先知豆豆，你才有法度通我来甲做出来安尼吼，做出来。你若无安尼行，你规尾你就无法咯，当个天顶迄个大公无私迄个环境去住伫遐，吼、哦，因为你无迄个条件，你拢会为家己设想啊。哎，你大公无私的心，伊是自在。伊逐天是无代志的，伊的心是无代志的，哈、哦，是足清凉的，着清悠悠、阴森森，无代志，自在，哈、哦。啊，咱世间的人，你着当然拢会为家己的家庭的条件，家己的生活的条件。啊、哦，当然是，这是个人的一种烦恼，这是做人都袂开的哈、哦。不管谁，拢同款，拢爱烦恼家己的代志。但是若讲到讲讲的代志时，都袂使有私心哈，袂、哦、使有私心。咱人，你就是爱一定爱我头人行到讲你的心的境界，伫个迄个公平。啊，无分别，吼、哦，公平阁无分别。当然，这是实在讲，对世间的人，一般的人有困难。啊，但是咱就是有困难，咱才值得咱达达来追求来学，要学到大公无私，吼、哦，大公无私，大公无私，你就是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，你就通去个天顶自在迄个环境遐。啊，遐就是快乐的世界，因为无烦恼啊。世间的人就是烦恼，伫遮咧痛苦，啊，就是烦恼，就是因为烦恼，才会伫遮轮回，哈，才会伫遮轮回。啊，烦恼为倒来，
自私的心，为家己设想嘛，吼、哦，为家己设想。所以讲，咱修道，就是讲，伊讲这个上下骹这个叫做、這個、物，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就是讲有看到迄个物件。当当你若是修道的人，你就是讲有看到，敢若无看到。平，迄叫做平常心，吼、哦，平常心。啊，无伊呢，哎呀，咱人吼，只要当当看到一个景，你的心就会起变化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若讲一句话，你若顺你听，你就真欢喜；无顺你听的时阵，啊，你的心就搁起变化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所以，这个世间这个物甲形。哦、外观其形，形无其形。你若我拢到迄个境界的时阵，就无所谓讲风水地理，讲啊，我头前哪会拄啊一支条啊，对面搁一个触角加堵咧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就是会去影响去。因为咱凡人的心就是安尼。我即马一个讲一个实例，咱较早。较早迄个七千号，迄个昆山啊伯迄间店，起一片厝无？伊上边啊一间，上边啊甲间拄啊甲昆山啊伯相对一间，一间甲间最近才咧装冷气，拄啊可能才卖去。迄间算甲间伊较大间，啊较贵，但是伊个头前三四支条啊，伊个门头前拄啊三四支。一支敢那迄落闪黄灯的迄条啊，啊，搁有电条，我会记得是四支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间厝最近应该是卖去，啊，若无就是租人，卖足久的啊，都上尾啊，一间敢那剩两间啊无，啊，这间甲间拄啊头前三四支条啊。啊，实在讲，那我是无赞同买这间厝啦，吼、哦，因为你若住入去，袂顺利。头前四支条啊，你要怎？拄啊伫对面路安尼四支条啊。所以讲这吼、個，啊，因为迄条啊，佮人公家的，你也袂使讲啊，甲刷走啊，吼、哦，咱无权利。啊，你若住入去吼。时间久，影响你的迄个，敢若讲你的各方面，你家庭啦，啊，你的事业，拢一定袂顺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形甲物的问题，来影响咱的心，吼、哦，来影响咱的心。啊，但是这就是讲，因为我来讲吼，进前咱会有一个，伊咧做总制，叫做阿孝啊，吼、哦，过档的，伊就去十六间厝伫后角遐，啊，伊头卖八间，伊八间拢卖袂去，尾啊落价，伊讲伊应我一句话，新厝起起来无迄卖袂出咧，是介绍的问题，哈哈，啊有影，结果伊单。落100万，本来是980几万，即马啊尾啊，伊搁打广告880几万，真实就卖了了。是介绍问题，无迄讲新厝起起来卖出去的，规尾是介绍问题，吼、哦，是有趁钱甲无趁钱。啊，你规尾你若讲你卖袂去，赌咧，你当然是爱落价。本钱啊嘛，要搁啊卖掉，啊，都即案都甲煞唔吼，啊，所以讲世间的人，有当时啊，你表唔啊，你知影讲迄头前有条啊无好，但是若较俗，啊，伊就贪着俗，伊嘛会买落啊，吼，啊，咱人吼，就是拢会互即个世间即个形甲物影响咱的心理。是安尼，所以为什么有这风水地理的关系？哈、哦，风水地理会影响咱的运，咱的个人的迄个身体的运，还是家运？哈、哦，是安尼哦，哈、哦。所以
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讲，咱凡人，因为伫这个世间目睭白金，你所看的这拢有法会去影响到你的心，甲你的迄个无形的迄个运势，吼、哦，是安尼，伊是安尼，伊的影响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咱修道的人，就是一定爱修心来用咱这个自性，吼、哦，咱这个性，就是上简单，就是讲啊，就个性啊，吼，啊，有的个性足好的，有的个性足歹，吼、哦，啊，脾气真大，啊，脾气真大，迄就是啥？就是咱的迄个火的问题，水甲火，咱的五行就是水甲火。哦，我顶礼拜我就讲，咱这个后天八卦，就是这个水甲火，火走来面顶，啊水走来下骹。啊，伊先天八卦水甲火是伫个左右平，哦平。你这个火，那火甲水那是平行的时阵，你得温和啊，吼、哦，得温和啊。修道是要修个性温和，吼、哦，爱温和安尼吼。啊，你若温和，啊，甲什么人嘛拢也好，对无？当然啦、啊，咱看到的，这个人较好较歹，咱心内知影，但是咱嘛是拢同款迄个态度。来咧看待伊啊，吼、哦，袂使去分别，吼、哦，袂使去分别。但是你要做到安尼，就是爱达达来练，来修炼，修咱这个，因为咱即马就是有这个灵修法，要予咱达达来调整，吼、哦，灵修法咯、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讲过去，你讲啊，当然啦、啊，你我讲古代的人，拢是一步尔。就是静坐，哦，伊哩要静静你的心，当然是静静到尾嘛是爱灵爱出窍，灵出窍了，灵伊会豆豆成长，哦，啊你就是慢慢啊，你就是代志道理，你就会慢慢啊会一直清楚吼，哎、哦，这拢爱时间，啊、哦，爱时间咯、哦、吼，啊，迄落前这两天啊，迄落文良啊咧讲课，伊则讲，伊嘛甲你嘛讲。伊讲伊母十七八年才知影真正体会着讲阿神是啥，吼、哦、阿神甲这个道是啥，你爱真正到尾爱搞清楚安尼吼，爱、哦、搞清楚，但是嘛是母十七八年才真正体会，吼、哦、啊你若是体会的时阵，你的道理就无障碍，吼、哦、就无障碍，真正你的心内底。你有法通甲无形的、甲这個天地来相应的时阵，咱就是要修这個，哦，咱就是要修这個哦。啊，无你日常生活，你都拄到足侪琐碎的代志，啊，你拢无法度拢心平静，哈、哦。咱就是要修咱这个心性爱平静，啊，心性若平静，是毋是啊？都拢无代志，你嘛是袂无聊啊！你着平静，你着是快乐，就是安尼，哈、哦，就是平静，你着是快乐。道理吼，道理就是嘛是通对咱心的体会，安尼你道法都通好甲，你通好甲抓出来吼、哦。道理是安尼哦，咱世间的人，因为六道轮回太久咧啊。六道轮回太久了，所以离这个道理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无要紧，咱有这个修道法，要让咱来修，啊，咱就要用心，时间要出来。啊，不是讲我修三五年，认真修三五年、八年、十年，你就讲要成有成就，有困难啦，吼，有困难。因为这个物件，咱过去是累世所累积才的过病。你无足长的时间，无法通甲离掉，吼、哦，无法通甲离掉。所以心性是要安那来培养，啊、哦，啊，咱人，咱即马吼，咱基本咱有一个团体，团体就是袂使有个内底个有小团体，啊、哦，讲哦，啊，阮即几个结做伙，阮会较，阮都较好，吼、哦。
啊，甲因就较冷，吼、哦，就较平常，吼、哦。因为大家拢规尾，你就是伫，你爱学习训练，训练讲啊，大家都拢是平等的，啊、哦，人拢是大家拢每一个拢是平等的哦。你若无平等心，你就真歹伫诶即个道中来行吼、哦。你就是到尾啊，你拢会去分。你拢会去分讲，哦啊，这个较好，啊，这个较厚，啊，这个较好夹，啊，这个较好过，啊，这个较巧，这个较戆，哈、哦，会去分。啊，但是咱若修道的人，咱就是讲，咱嘛是知影，咱拢清清楚楚，哈、哦。啊，但是咱就是不爱伫个迄个行动上来分别。你心外底，你拢清清楚楚，无要紧呐。因为这个世间，你这个道理，你若是通，你就是逐项你拢看透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你对一个人，即句话该讲甲毋好讲，你爱会晓判断啦，吼、哦。毋是讲哦，啊你有一寡问题，我就要甲你纠正。我袂吼、哦，因为我甲你纠正，你若欢喜就好，你若无欢喜。你会气我歹，你会气我，吼、哦、对无？啊，你心肝底嘛全理由要甲我反驳，所以讲我袂去随便讲讲啊，你安怎，你安尼唔对，唔是遮简单。我讲安、啊，我甲你讲，你就要改，吼、哦、是安尼。所以修道这个物件，爱年久月深，迄皮卡若徛久。你就知影讲，这出戏是怎样演的，哈、哦、哈。伊迄个结局是安怎樣，是安尼哈。爱知影迄个结局，你若戏看一半吼，等下你讲袂清楚，人来讲啊，你看一大一出戏，你都唔知影迄个结局是安怎樣，吼、哦。啊，修道就是爱安尼哈，修道就是爱安尼，坚持到底。只要你有一口气，你拢是咧成长。啊，成长是啥？成长你迄个心的能量，哈、哦，心的能量，啊，就是心的力量，就是咱咧讲心力，哈、哦，心力，心若无力，你就烦恼归大堆啊。因为心有力，你就是坚定，你知影讲哦，道理是安怎，你就无什么烦恼啊，吼、哦。敢若讲好啦，咱就日常生活。啊，咱家己面对着拄着有啥物难题，啊，咱就爱紧来解决，这是现实的，这无法度哦。咱活伫这个世界，就是现实的世界，上无你都倒腹肚就枵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啊。腹肚若枵，是毋是爱想办法来煎物件，甲摊落，互伊甜甜，你都袂艰苦，吼、哦，是安尼啊。所以，进前我嘛在讲。咱这个世间，什么嘢拢是道，吼、哦，就是自然，就是道，吼、哦。咱人拢爱活，你就是爱食爱放，这就是道，吼、哦。你会记哩。所以这个咱人哦，食哦，胖公公足好诶，啊，这若放出来，吼、哦，臭锅锅安尼。其实你若规尾，你若有体会道是啥诶时阵，你就袂去想遐个啊。你知影讲啊，这就是讲，咱人生的过程，所有的生命就是拢安尼过程啊，吼、哦，那有啥物恐怖？嘛无啥物恐怖，嘛无啥物讲吵无吵的问题，啊、哦，吵是咱的心在吵，唔是啥物问题。你的心若想吵就吵，你若想讲无吵就无吵，因为你若无迄个放出来遐个物件，你哪会活？哦，你等到爱来感谢讲，哦，我这气味，这就是因为，互我伫遮咧活的迄个能量啊，吼、哦，是安尼啊，啊，安尼你若是安尼想的时阵，你若我同安尼想吼，啊，佮有安尼体会的时阵吼，你对世间所有甚物代志，你拢无问题啊，啊、哦，都袂甲你障碍啊，袂甲你障碍啊，啊，咱人拢也是都。到日常生活中，就足侪小代志，就是甲你障碍着啊！啊，障碍着你的心肝，就全烦恼啊！吼、哦，全烦恼！啊，你若烦恼多，哪会自在？哪有法通观自在？
都无可能管你的自在啊，你的心自在啊。所以讲，唔好讲咱人，唔好讲哦，今日我修道拜神，我拢要来求神，讲来，予我安怎？你家己心内迄尊神，爱你爱拍算安怎，这个才是重要。神敢会敢若讲，甲你，敢拢特别甲你照顾？安尼都拢来予天予神来照顾就好啊，咱那着搁拍拼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咱爱彻底了解这个道理。咱咧拜神是讲啊，伊是咱的迄、那个，敢若讲榜样，啊，咱向伊学习安尼。唔好来讲求神，求咱心中家己即尊神才有效啦，吼、哦！咱心中家己即尊神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心神咧主宰，吼、哦！心神咧主宰，你若无这个心神咧主宰，你就是无六神无主去啊，吼、哦！六神无主去啊！啊，所以讲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你的心就是空空无，空空无。哦，啊，你要体会到那心空空无，啊，这都爱有功夫啊，吼、哦！这都爱有功夫，吼、哦，爱有功夫。啊，所以讲，什么代志，吼、哦？我上简单，我甲大家报告，我来遮修道已经超过拄啊二十年，吼，拄啊甲过年，农历过年拄啊二十年满，啊，即嘛已经到四月初一啦，嘛今仔四月初一，将来嘛无人叫我讲都爱来，无人甲我讲你都爱来一届，无人甲我讲吼。神嘛袂叫我来，迄落文良啊嘛毋捌叫我讲你着爱来过，我主动来二十年超过啊。啊，这着是啥？因为你的心你家己爱主宰啊。这个物件，敢若讲啊来听课来上课，这嘛毋免人讲，你家己爱知影讲。啊，咱今日咱要修道，着是爱紧来。无这个过程啊，吼、哦，是安尼，所以这个物件，所以我参与我，将来本来我慢慢教讲你都爱安怎，到我开始迄落，敢若讲上我家己的课，就是88年的5月初五，迄天伊讲暗课煞，伊讲啊来换你，伊干那讲啊来换你安尼尔尔，啊，嘛无甲你讲啊，你着爱安怎，着爱安怎，无啊，来换你，啊，着徛歪，着家己着开始舞啊，吼，啊，这当然啦，这就是当然是有无形的力量伫遐，吼，咱老实讲，毋是你若无形的力量伫遐。你徛我的，你是要创啥？你嘛唔知啊！啊，伊就自然爱会予我出声，吼、哦！伊讲啊来换你安尼，啊你看徛我去，你看你要安怎？吼、哦！所以这个修，今日咱修这个灵修吼，当然拢是无形界的关系吼、哦。咱这个有形的世界，就是。咱这个天，咱这个无形的在甲咱监督，吼、哦，在甲咱监督。为什么咱上课爱强请讲这个母娘啊，这个神明来甲咱监督？其实，咱看伊袂着，伊看咱会着啊。哦，你爱知影这个道理啊。哦，你唔好想讲哪看无都无。你若甲请，伊就绝对拢会来啊！吼、哦，是会安尼啊！啊，神的物件就是无形的物件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咱今日咱就是有这个肉体，所以甲神是无同款，因为调伫个这个肉体内底，咱的心神是调伫个这个肉体，是差别是安尼嘛？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咱这个肉体爱食爱啉爱迄落爱困，才有法度吼。哦，过这个一世人啊，
啊你若，你若信，伊都唔免，伊都化来就来，化去就去，对无？那都自由自在。啊，咱拢看伊看无，啊，不应该拢看咱清清楚楚。所以，毋则讲啊，除非你毋好做歹，你若是做歹，偷偷做。天拢有看的，无形的拢有看的啊，吼、哦，拢会甲咱，拢会甲咱看的现现啊。所以人一般的人做贼来，拢啊想啊，我到暗时啊无人看的时阵，啊就来共摕啊，吼、哦。哎、啊，其实迄种心态，当当你若知影这个道理的时阵，你拢唔敢做一堆黄金伫你头头前，你嘛唔敢去甲帮，吼、哦。你知影讲，啊，这都唔是咱的，啊，咱即下若讲帮，迄都违法的啊，啊，你都做做啊，哦，是安尼哦。咱来豆豆了解咱的心，哦，咱修道是要修咱的心念念，是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当你的心若愈来愈清的时阵，你就当着有甚物困难，啊，你就知影讲，啊，要安怎来解决，啊，要安怎来面对。啊，安尼就过去啊！因为咱的人活伫这世间是经过，哦，是经过，就是经历，哦，咱拢在经历咱的一生，安尼吼。啊，当你经历啦，若过去的时阵，啊，就这个肉体就做一个结束啊，吼、哦，做一个结束。啊，最后咧，剩你这粒心离开这个肉体，啊、哦。啊，心是看无的啊，哦，就剩灵尔，剩灵尔尔，剩灵，所以讲今日咱就是爱好啊咧修咱的心灵，哦，爱修咱的心灵是安尼，才会解决。敢若讲万年，这个对这世间困扰的问题，才有法通解决，哦。啊，所以讲咱这个天地，你啊看，就是爱。东西对咱的日头对东边扑出来，对西边沉落。哦，咱这修道嘛是同款，东西搁南北。哦，南北就是南极、北极。吼、哦，啊，东西、南北，啊，搁倒一个中央。哦，你爱一定爱有这个中心啦、啊。中心就是主宰，你知无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。东西南北啊，搁中央就是叫做五行吼、哦，就是五行。啊，咱体内就是有这个五脏，主要咧主宰咱这个肉体吼，爱、哦、有五脏安尼吼。啊，拢道理拢同款。啊，所以讲，咱人是一个小周天，你都要呢修甲有一天爬去这个大周天。同款哦，同款安尼。啊，修道就是修咱的心性，啊，修咱过去的所累积才会垃圾，才会业，哦，咱才会业，爱偷偷甲排除，偷偷排除要安怎排除？啊，就爱偷好好啊来行道，啊做功课，就一点一滴偷偷累积啊，为公付出。过去是为师咧追求，啊伊咧作业，啊你今日若为公付出的时阵，你就是毋是一点一滴，豆豆一直记，一直记，你的功课，若是圆满的时阵，你就有法度来解脱这个世界，吼、哦，这个生啊一只痛苦的世界，安尼吼，咱人这问题，其实。讲足简单呢，但是最后就是讲这个做，这个行，吼、哦，你就是爱有坚心，你无坚心，行袂透，半途而废，吼、哦，半途而废。你若我通体会到讲，我搁安怎，我都袂离开这个道，吼、哦，袂离开这条线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无咱即马都毕竟还搁人啊。啊，人都拢会碰到困难，碰到问题啊，吼、哦！啊，所以讲，这个达摩祖师讲爱性命相修，是咧讲什么道理？
你这个命顾好，你唔只有多考验，你命若无顾好，就那有法度人过来讲道，吼、哦，是安尼啊。命爱先顾，因为毕竟咱是真个，就是这个肉体的关系，吼、哦。喂，哎、欸，好啦，安尼，唔是我即马咧上课，啊，就甲你讲安尼就好啊，哈。无啦，迄无紧，无紧，我再阁甲你联络，哈。好好，咱。咱就是讲爱会晓吼，爱会晓知影遮个道理，爱会晓去甲做出来。啊，这个做出来较困难，做出来较困难。敢若讲我要伫来遮安尼行大二十年超过吼、哦，这对足侪人来讲嘛是有困难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讲。因为你就是因为有遐尼啊长的时间，啊，拢有照安尼做，你就我拢豆豆体会讲，啊，神是啥，啊，天是啥，啊，真理是啥，吼、哦，原理是只安尼哦，吼、哦，这是安尼吼，所以一定爱这个行，你爱做出来，吼、哦，爱做出来。咱今日咱有听这个道理。有听这个道理，啊，咱就是照这个道理，咱豆豆做无要紧，咱程度无好无要紧，但是起码咱有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你若行唔对，啊，就害啊，愈出愈远去，吼、哦，就歪愈远去，就是变邪道，吼、哦，邪道是不正的道，就是邪道。哦，迄不正的刀下刀是哇啦，足厉害哦！你那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唔知咧讲魔高一丈，啊道高一尺，吼、哦、魔心魔是足大的哦吼、哦，心魔是足大的，啊心魔你若去互调着就害啊，你拔落就足困难啊，所以修道爱为上底啊，上简单的开始，吼、哦、开始。诶，介济人拢收到外国是出，伊嘛唔知啊，伊就讲哦，伊足牛的，足牛的吼、哦。咱若出咧看愈济，你就会当体会愈济。正派甲无正派，你就豆豆的分解清楚吼、哦，分解清楚。因为咱若是正派，我都无所求，我就是希望大家啊，加捌一寡道理吼，加捌一寡道理。啊，好好啊做，好啊做，做家己的功课，啊，做家己的功课，家己求解脱，吼、哦，无法度别人替你替助你解脱，是你爱靠家己解脱，吼、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所以这个解脱，哦，解脱都讲足简单呢，要做到一点一滴，豆豆来，吼、哦，豆豆来，人甲人做伙。拢爱有温和迄落个性，袂使去哦惹迄个火起来吼。即、哦這个火顶八卦火伫咧上面顶，即、這个上厉害，伊就是互咱伫咧，咱就是火天落落来火天的时阵，大家火气拢真大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你看人要做到讲哦，啊伊个性足温和足好，迄是我。拢累世累积来吼、哦，是安尼。啊，今日咱都已经有收到啊，搁较无资格讲随便发脾气啊、哦，是安尼吼。咱有收到啊，咱就是拢甲人甲人啊爱好好啊做伙吼、哦。你若是大家拢是安尼，我对你好，伊对我好啊，大家拢安尼啊，愈来愈好，吼、哦，愈来愈好。迄个感觉，就是愈来愈好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。啊你人，你若讲哦，对有啥物成见，啊对迄个有搁有啥物看法，安尼就害啊，安尼就害啊，安尼你的心
根本都无伫个平常心内底啊，啊，虽然讲啊，这个人好人歹人，咱分得清楚，啊，清楚就好啊，咱嘛免去甲纠正，吼，免去甲纠正。所以修道是个人的功夫，个人要去打拼的问题，唔是讲哦，别人给你一寡物件，啊，你就会当解决咧，吼，是家己的心的问题，家己的心就是王。上大吼、哦，啊！所以讲，你家己爱去主宰你的心，你去爱家己去主宰你的心，唔是别人有法能主宰你的心，绝对无法度吼，无、哦、人有法度能主宰你的心，包括天公嘛，无法能去主宰你的心，是安尼。所以修心养性，才是道吼、哦。修心养性，啊，性是啥？爱有好温和的性啊。哦无火气的性，哈、哦，无火气的性，这豆豆学听，啊豆豆经历，哈、哦，你若无经历，咱佛祖讲咧讲经，嘛是咧讲经历，哈、哦，就是叫做经，哈、哦，经过啊，哈、哦，我知影，你了解讲啊经过了，你知影讲啊这天地的真理是啥？吼、哦，你有法度通讲出来，你有法通讲出来，代表你的心肝你真正是知影，是知影吼、哦。啊，咱就是爱会晓照这个道理去甲做出来，吼、哦，你无做出来，无做出来就是无啊，吼、哦，咱毕竟今仔还是人。你有行为啊，逐天拢有行为吼，啊行为就是爱做出来，行为爱做出来。心，你家己的心爱掌握有，掌握到100%吼、哦。我唔只讲啊好啊，咱若要上课，啊就讲9点，啊你就是爱准时，就爱来啊，啊你爱掌握好条，迄是因为要训练你家己，吼、哦，掌握你的心是安尼。啊，比如讲啊，我时间到，我要做我的早课，要做我的暗课，拢共意思吼、哦。啊，因为这年久月深，你的心就我全通掌握得住，就是安尼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你比如讲甲人约时间，啊，着8点，啊，我着50分就到位，吼、哦。这就是你掌握你啊，因为你掌握你的心，你的这个肉体，就是心咧主宰咧指挥。我该爱安怎？吼、哦，咱人就是这简单啊，无啥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就是讲生活的条件啊，害咱伫个这个世间，直接咧追求，你就是用心机，吼、哦，用心机要来对家己较好咧，安尼吼，对家己较好咧，安尼。啊！即嘛修道拄啊相反，咱就是爱对家己平常心，啊对别人爱好，哦，你有法通为，敢讲对别人好的时阵，就是大公无私的心，就是安尼尔尔，哦，就是安尼尔尔，无啥物秘诀啦，吼、哦，真啊讲破，只有是去迄个行尔，你爱甲做会出来。爱行吼，爱行是啥？爱行，爱照这个道理行，吼、哦，爱照这个道理行。你无照道理行，行歪去嘛无效，等于白行，比无行较害吼、哦。所以讲修道，你若要修歪道，不如莫修。过平常人啊，就我做一个规矩的人啊，安尼就较赢嘞，吼、哦。啊、所以讲，人会堕落，是因为心贪念来甲你造成，是安尼，是吼贪念，互咱一直做罪，啊来担这个业，啊担这个业，你就是世世拢有不如意、歹过的所在，就是安尼尔。哦，所以咱爱记哩，咱今日咱先修灵修，就是一定爱修。先身体用，所以为什么咱爱行教爱练体？练体就是你这个，咱这个心中这个金木水火土，
这个水火，你爱甲你爱甲，互伊调和起来，身体就会用啊。你讲五脏的气，吼、哦，人讲五气调完，就是讲咱五脏的气要来调，来咱这个元神，吼、哦，元就是咱这个元神，就是咱的心，是安尼。哦，一定爱安尼啊，所以讲，咱的步骤为甚物讲啊，一定。咱若出门，爱来过来行教一下吼，迄就是讲基本，你就是你无这个温和的静修，加这个振动，拍动你这个水火，啊，互你这个身体互用起来，你要怎样过你这个修道的一生吼、哦？身体若无好，叫你来听，你嘛听袂落，你嘛不爱来吼。哦啊！你若身体无好，坐伫遮你嘛袂专心听呵呵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这拢是配合好好的，哦，配合好好的。所以讲，爱记哩，团体爱有共同的心。啊，人甲人做伙，哦，人甲人做伙，莫去分官家，分好歹，分巧甲戆。分有钱甲无钱吼，卖、哦、分，咱拢平等吼，拢、哦、爱平等心，平等心，你就是有法度吼进入甲真正天就是公公平平，伊都无咧，伊袂特别照顾谁啊吼、哦，天是照啥？照你过去所做的功果甲业障。来给你分配而已，是安尼吼。所以有的人讲，我来问神，来拜神，问的，结果哦，真好，敢那这神给你保庇的，唔是啦，是你的温度啊咧来，因为神伊无形的，伊就知影讲你这个人都温咧来啊。当然你，伊给你讲的，你就是顺溜溜啊，神伊就看咱拢看的现。伊也算唔知影，你这个是有福报。你徛，你若去讲问，去问神哦。啊，迄机，伊一开嘴，伊若讲，伊都一个都知影你是好运还是歹运的啊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那是神甲你保庇的，唔是，伊是知影迄个现象，甲你讲尔吼，甲你讲，啊，甲你讲，啊，你其实是你过去所做的功果、甲福报、甲你的业障。要现出来啊！那是时间，因为这个时间啊，吼，人好运歹运是，你看有个人啊，伊都少年不怎么样，但是较济岁，拄啊一个时机到，人伊怎啊发展起来，迄就是伊的运来啊。这拢是咱看会到足多的现象，啊好嘛会变歹，啊歹不过会变好，吼、哦，这是安尼，咱人的一生就是安尼，啊一生。介济人一生伊就是一摆好运尔，吼、哦、一摆好运，啊伊摆若过，一生过来就差不多要煞去啊，吼、哦、要煞去啊，是安尼。啊嘛有人一生拢无好运过嘛有啊，迄是个人的命运。啊嘛有人一生好运几啊届，吼、哦、嘛有迄种人，吼、哦。啊！伊都好起来，啊！即马搁了啊，歹去，搁过一段时间，伊又搁等到一个好时机，又搁来，搁一个好运哦。啊！咱人拢是看讲啊，趁钱为原则啊，吼、哦，有趁到大较济的钱，就是好运啊。啊若钱本来有钱去哦了去，就是歹运啊，安尼尔尔啊，咱是安尼咧做标准的啊，哦是毋是安尼？哦啊当然啦、啊，你若讲身体就是安尼，嘛是安尼啊。本来勇勇啊，就勇勇，那会煞落去啊，一两年啊尔，都啊安尼里里落落，嘛是有迄种人啊，哦对无？啊嘛有人，啊伊都里里落落几啊年，结果。时运到，伊阁变勇起来。吼、哦，我旧年去屏东一间叫做五路宫，啊，内底一个查某的，伊算干部。伊讲伊迄阵是安尼勇健健安尼啦，啊，看是敢若60多岁安尼吼。啊，伊就讲伊较进前安尼，
讲你你那那身体安尼用一条命用都顾袂掉，结果人人变用起来，施恩教变用起来，啊，拢伫庙下咧做干部。啊！迄阵咱就住伫遐住一暗，啊，就有一个咧板头袂歹的师姐啊，老老啊，啊板头佫看遐真好上看，一看就知影讲迄敢若袂歹过迄款的。啊，就问迄个讲，啊，迄个是伫庙的，是咧创啥？伊讲，啊，迄个就来遮我来遮咧整修的啊。啊！你嘛看无，你无熟悉，你嘛看无，讲到底因内底是谁是咧换头的，啊，谁是对无？迄是来伫遐住，啊，可能都来甲庙讲，啊，我来遮整修，啊，互伊住，啊，伊看官司啊钱啊是啥，安尼。啊，你无，你若无问，你嘛看无，干若看板头，迄个绝对是较好个啊，对无？咱一看，啊，都安尼老较老，啊，迄个面上。体格啊，咱都是看拢好过迄种人，啊，伊就是去住伫迄间庙咧整修的尔，伊毋是庙的干部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戆戆，咱若毋知，干若看要看人，你会认为讲即个搞不好，即个庙的换头的啊，吼、哦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看外表是拢看袂出来的物件嘛，吼、哦。人不可貌相，啊，即个查某，即个吼，伊都有摕名片互我，我嘛有摕转来啊。伊敢若是做安尼，吼做什么？伊那了做修道院，伊那了做山水湖修道院，吼、哦。伊已经庙是吼做五路宫无唔对，就是拜金木水火土。啊，五路就是土，就是坐中。啊，伊的正手边就是东方木宫。吼、哦，东王木宫，啊，倒手边就西王金庙，啊，上边啊，遮就是水甲火，伊叫做水精主甲赤精主安尼吼，就五路吼、哦，咱啊就是五路，就是咱天就是五行运转，就是金木水火土，你会记哩哈、哦？啊，伊金庙，咱伫遐住一暗，啊，伊个迄个灵气嘛是足强的。足强的，因为你入去迄落大殿，你就会感受到啊，吼、哦，你就会感受啊，你就会，你会讲，哇，迄个灵气真强啊咧，嘿，迄伫迄落屏东啊，做，迄啊做，敢那遐敢那做德产，嘿，德产，嘿，德产，迄德产，啊德产，啊伊用庙，迄算伫庄卡。伫庄卡啦，遐算较庄，啊，但离高速公路嘛无啊，嗯，安尼吼。啊，我咧讲迄个师姐啊，伊讲伊迄个进前一段时间可能足侪年安尼吼，虚甲洋洋要翘起啊安尼啦。啊，结果人洋洋人施恩教叫用起来伫庙的拢咧服务，吼、哦。啊！伊是庙的主要干部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我袂记得伊的名称是啥，因为我有名片，我有摕伊的名片。啊！伊个伊就咧讲，啊！伊当然伊嘛庙顾久啊，伊嘛看济啊。啊！咱伫啊有上早课，伊嘛有看到有听到。啊！就咧讲，啊！过来因当时因遐啊，对啦，因。因遐嘛是迄落母娘，迄个七月十八，吼、哦，要闹热安尼啦。啊，就咧讲邀请讲咱去干起，啊讲啊拄啊好，因拄啊旧年去天山祝寿啊，啊拄啊撞期啊，嘿，吼、哦，啊咱就讲啊，阮都要去大陆，吼、哦，嘛是干迄日啦，七月十八啊，安尼。啊，所以讲，我头拄仔咧讲，迄个师姐啊。